硕士论文。西港浴室庆安宫香科活动之研究指导教授黄世柱，研究生李素英。中华民国94年6月，受超名，有你们的牵引，使我得以入门窥唐奥。感谢常在我梦回旋的家乡父们，西港庆安宫香科主持科仪的陈道常荣盛庆安宫副总干事张秋冬先生，总务主任薛中基先生，祭祀组长森泽先生等人的耐心指导。暗宫吴应明师和矮的骨陈和顺先生热心地提供大半生收藏的压箱宝，以及堂哥宗雄先生的引荐，令感谢内地宗哲先生对于填调问卷收集的大协助。你们的提携是我前最大的动。感谢陈校长昆木、黄校长水的鼓与包容，及同事们的协助，让我工作与学业的以兼顾。感入约代天巡狩，村民闻之大喜，并即恭迎神传回供奉寺，随即倡议13部落筹备进香事宜，由姑妈公、八份、东竹林、荔枝林、乌竹林、管寮、下面厝、双张部、县资林、后营、下宅仔、泥库、打铁庄等于甲辰科首次绕境进香。上述13部庄，其中之库在方舒美台南西港资义乡的空间性中所。69传心、文同、玉赤庆安宫辖内外庙宇宝鉴，台南市正平出版社，明69页9242。题13庄之头库与黄文博，台湾第一乡西港庆安宫根香科大教典中所提之土库庄名虽实为同一地名。经访谈八份其陈和顺先生等人指出，管库土库与头库应该是音差之故，其实为同一庄名。较正确者应为土库盖头科活动与的各式文武艺正寒神将团共计80团，其中属于逗趣性义阵或义阁者为最多，最少者为文阵，其次为武阵与神将团。团文阵中吴氏南管、文武郎君、太平歌、天子门生等均属于南管系，其中除海普陀寺所属的南管人保有传统风格正统曲调外，其他各阵以各唱各的调自成一98格，又为何文阵所占比如此之少呢？究其原因，南管、天子门生等阴性阵团弦管器需要平日之长期训，才得以熟悉演奏的技巧，并发挥曲的旋与韵味，较难学习。加上现代化工商社会的变迁，产生许多现代化的休闲与语形式，使愿意学习传统音的人口日益减少，自然就较难以组成神将团。是由真人扮演神将的宗教性阵头，且神将一般皆为某神指架前的护卫或部署，协助神指共同执搜捕拘拿嫌犯或协会等宗教性任务，最终目的是协助神指维持境
玉的洁净，共同完成和敬平安的神圣任务。因而各神将团随着各宫庙执事者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训方式、阵法、装束、法器与特征。由于神将团开敛后被视为仿如神驾亲，并具有扫妖除魔、拘拿邪秽的宗教性功能，较能满足青少拥有神圣性的荣誉感，因而较吸引青少之与意愿。与庙会或民俗信仰活动时，是各政团纷纷展现平日训与组织活动的最佳竞技场合，这也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传承的生命。148.5 正如宋江阵的形式，因较符合现代化的快速节奏，经短期的训就可上场表演。所训的功夫驾驶与各式阵法，即满足青少青好动的心与强的表现欲。149。在17个五阵中，吴师阵、白鹤阵或五虎平西阵，基本上都由宋江阵演化而，所以本职都属宋江阵。道具如副食，图四年一月一日。根据祭祀族长森泽的描述，平均每团宋江阵组成出阵所需经费大约在200多万元，除所费颇多，因人也较多，事实上筹组并容以2003鬼位相科位、姑妈宫位组成宋江阵，需动用9个庄头的壮丁协助才得以组成，而普顶通心宫的宋江阵则已停5棵香之久，直至鬼位相科才又重新组成。初一阵位最多，占阵头总一半以上，在乡镇中也最能营造出热闹喧甜逗趣的气氛。所谓一阵是一格，如蜈蚣阵和阵头的并称，其象较多，有宗教阵头如驾前鼓、锣鼓阵、开鼓阵等，有化妆阵头如素阵、八美图、七仙阵等，有充满浓于意象的趣味阵头如斗牛阵、水族阵等，有小戏阵头如牛犁歌阵、仿阵等，有武术阵头如高跷阵、跳鼓阵等。自古已在迎神赛会中，这些义阵具有热闹酬神于人的功能，各宫庙可借着提供义阵与相科活动之机会，达到落感情、增进情谊之目的，也在竞争发展风。148秀娥阵头传演篇：小鱼东港迎王大鱼，财团法人东港东宫，明87夜91。149同上注。99格独具的阵头表演方式下，丰富台湾民俗文化的内涵。150在整个乡科活动中，由于巫竹师阵在乡镇中担任千岁爷的开先锋，每天出乡时均须与海普陀寺杨府太师南馆、左先锋高雄七宝贤寺开鼓，右先锋加三五甲八家将、刀兵教主、南市安南区西浦宫温姿蜈蚣阵、百足真人和价钱等。各单位进入王府，入庙时再入府角，受到相当的誉。以下位在西港庆安宫乡
科活动中较重要或较具特色之阵头。一、百足真人。百足真人又称蜈蚣阵，由台南市安南区公温资万安宫与西港乡西浦安西宫共同组成。所谓蜈蚣阵是由长块木板前后衔接，每块长一丈三尺二，木板左右可以活动，与活转向，每块木板上装置各座椅，乘坐五到十二岁的孩童，扮演史故事人物，如唐朝通嫂、薛仁贵、甄东、繁花甄熙之忠臣英雄。蜈蚣阵一般有36座至108座等，早期以人肩扛进，现代则装上子。由于阵头绵长，进肩有如蜈蚣爬，故称之。蜈蚣阵是台湾西南沿海大型异乡活动独特的阵头，它是千岁爷的先锋阵头，每到宫庙亭下，信众就会在蜈蚣阵下穿梭。此举乃因民间相信蜈蚣阵具有驱邪逐魔、窃灾保境之神也。二、巫竹广慈宫师阵。巫竹是姑妈宫异乡时期13庄之一，广慈宫师阵是西港乡最先组成的师阵。已有百以上的史，因而在西港庆安宫之乡科中拥有师母之地位，从早期至今一直是千岁爷出巡绕境活动中的开先锋。每逢乡旗就是村民总动员的时候，由于师阵的组成需队员36人，师头6人，师尾4人，师旦1人，锣鼓手5人，仗二1人，在家都镇教等约需70人，村内70多户，除去一男与学生外，几乎从16到60岁的男人全出动，外出就业的亲也必须请假回语。为维持传统阵法，训时除部分权术表演偶聘教指导外，均以带新世代传承方式完成任务。巫竹师阵之组成，据现任广慈宫主委谢显森先生及谢姓村民们之陈述，相传有一村民于县庙后约100多公尺处之三角窟仔，挖出一整套师装备，包括一个红150骸月、台湾民间信仰小百科银神卷、台视台原出版社明86页110100色狮头、18般兵器，并附有一些文字记载资。为此师阵之出处及原属庄头，因无承受师阵之负担而密的埋之。为师阵之祖训，特依文字记载远至新竹请道游唐山过台湾的原阵师父，前传授五师阵法以及拳术、18般兵器等，故为表慎终追远。每次开馆，均需先至挖出师阵之地点，请师祖监阵，祭拜太祖先师后，才正式开馆。151师阵先祖谢燕神乎奇迹的舞狮技巧，传至今谢显森主委已是第三代，经由他们三代教导组成的庄头，既有南子、茄定、白沙、安定、西南、麻豆、谢错、宝姿及学甲等第152，这也是西南、
麻豆在西港乡中与其同属红角鲸组织的原因。施政之表演除舞狮之外，于均与宋江镇大同小。演出方式由狮子带拜神后开四城门，十八般兵器表演，打空手拳，接着由狮子表演舔尾、翻身、煞狮、狮、狮弹等，最后是兵器对打与阵势演。由于乌竹师阵势千岁爷巡境担任乡镇开先锋身份特殊，是此三天负责千岁爷安坐的唯一阵头，是请王送王活动中可少的阵头，故在入教前的主游进殿仪式时，被位第一优先过游，并接受炮欢迎，足其在乡科中扮演角色之重要。三